各位朋友，虎年大吉。今天呢，我给您各位说说老虎。这虎啊，四个大牙为四季，八个小牙为八节，24根胡须为24节气。左耳属太阳，右耳属太阴，脊梁上36个红点为36天罡，肚皮下72个白点按72地煞。尾巴12节半，12节为12月，半节为闰月。天有108000星斗，虎有108000毛洞，吼叫一声天崩地裂。远看他末脚的魁牛，近看他浑身斑花，眉横一王字，好似巡山太保，腾身一长啸，腥风走石飞沙。24根胡须如芒针铁线，血盆口张开，露出锯齿獠牙，眼若铜铃惊人胆，尾似钢鞭把人砸。后为足，前为爪，四蹄短粗力量大，前爪低翻山越岭捋平地，后足高身膝抖剑怎挡他。走兽之中属他猛，栖居深山与野洼，昂首长啸，天上飞禽丧胆，曲径饮水，惊煞水中的鱼虾。三天不食人参肉，白尾摇头错钢牙。昔日驮过汉光武，兽中之王就是他。